的好好笑啊！我的养乐多外卖还怎么不来啊？外卖来了！耶！哦，来了！谁呀？啊，我给你开。我明明只买了两瓶养乐多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呀？虽然越多越好，但是这么多要怎么保管呢？哦，把养乐多装在饮水机里面保存怎么样？如果我们家有养乐多饮水机，好奇心，荣誉！哇，养乐多真的好多呀！我要先尝一口。果然，凯莉养乐多就是好喝。但是这么多，要怎么放进饮水机呢？直接倒进去就好了。首先，先拿下来。哦，我的这个真的好大啊，会不会不够装呢？还是先试试吧。一个，这个一个瓶是80毫升的，80毫升，就这么点儿。什么时候能装满吗？再一瓶。两个一起，朋友们，听到好奇心公寓有点震惊吧？其实就是凯文的家。我家怎么样呢？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面，所以有很多想尝试的东西，所以凯文决定全部都尝试一遍。今天的话就是养乐多饮水机。哦，做一个了吗？啊，这里还有。哦，朋友们，但是看看这个，哦，已经装了一半了。好沉啊！现在把这些都倒进去，感觉会能装满啊。现在我的家整个都充满了养乐多的味道。不错啊，这是最后一瓶，朋友们，这里面全是养乐多，哇，这个要放到饮水机上面，究竟，真的超级重，朋友们，仔细看啊。1、2、3，现在饮水机正在喝养乐多。你都喝了吗？你听得到吗？朋友们，凯文在饮水机里面放了养乐多。朋友们，你们想放些什么呢？凯文还想，碳酸饮料。每天公司想碳酸饮料能冲饮水机里面出来的话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不能每天喝很多哦，一天只能喝一杯。但是饮水机现在这里还可以，里面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外面还需要装扮一下，做出一个凯文的专属饮水机。哒哒，画家凯文来到了好奇心公寓。对不起，凯文计划怎么装饰呢？这里呢，全部用蓝色，天蓝色。需要很多吧，应该。下一步要需要的颜色都挤出来，也需要白色。首先，中间的部分可以用深蓝色。哇，涂的挺好的。然后呢？两边用天蓝色，好好涂才行。颜色挺漂亮的。接下来，涂一下白色。颜色好漂亮。
好像大海。目前为止都很满意啊，现在涂一下两边的。两面把它哦，朋友们，超级漂亮吧？然后天蓝色，要弄一下。哇，他们像不像一个艺术家，朋友们？像吧？现在外面装饰都完毕了。如果你要问凯文这里要涂什么颜色呢？一般饮水机呢都会有冷水和热水模式嘛，所以我要绘画表现出一个冷暖交替的感觉。当当！哦，在红色之中混合了好多种颜色。朋友们，哦，但是这块有点简单啊。哦，朋友们。在这上面画上一个养乐多瓶怎么样？我先画着看看。这次用黄色。哦，这个养乐多瓶应该要好好画才行哦。好啦，朋友们，这不是随便画的呀，这是个瓶子啊。这们是凯文的饮水机。凯文，所以说要写上凯文的名字。名字要用什么颜色来写呢？天蓝色。结束！哇哇，真的好帅气啊！现在是我们等待了许久许久的时间，究竟养乐多，快点，小蝌蚪，杯子杯子杯子，耶！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首先，我要试试这个冷水。哇，哈哈哈！哇，从饮水机里面不是出来的纯净水，出来的是养乐多，朋友们。哇，真的好冰凉啊！尝尝看吧。哇，饮水机里面居然能倒出养乐多，哇，真的很好喝。哦，妈妈，我好像爱上它了，我爱你，养乐多饮水机。还有一点好奇的朋友们，热的养乐多，朋友们不好奇吗？是吧？我要接着接一杯热的养乐多喝喝看。热的，朋友们，我看到了吗？这里，这里，哇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朋友们，看到了吗？这里有烟，冒烟了，热气冒上来了。哇，原来是第一次喝热的养乐多呢，尝尝看吧。哦，啊，真的好烫啊！哇。但是味道呢，那怎么形容呢？好像养乐多味道更浓郁了，很浓的养乐多味道。哦，冰的和热的，冰的和热的两种模式的养乐多，哇，真的很好喝。哦，凯文的好奇心结束，养乐多饮水机完成。啊，我不会放手的，我要一直把你留在家里。那飞鹰飞鹰飞鹰向着天。